哎，干嘛啦？我怎么不追他？我看起来很好追吗？看你是什么都不懂吗？修两台发电机，跟拆两根板凳。发电机等下再修好了，先找工人。这是第一根，砰！没有很灭的，哦，还是得再拆一根摆的。OK， 就完。OK， 第一个倒地了，然后我去救他。哎，他怎么下来了？哦呦！我好像害到人了，因为这样子就好像。我一定要死的时候，不需要了，不要害到他了。但我救一个人，所以我现在缺两台发电机跟救一个人。两脚骨也要上钩啦。这两个认识的吧？看起来，他从那边跑过来，可能应该在那边。哎，干嘛啦？我怎么不追他？我看起来很好追吗？看你是什么都不懂哦。哇，完了！我看哦，你是什么都不懂哦。我要修两台发电机啊，歹喽！这个人，我只要再让我救到，我就与世隔绝了，兄弟。那我就要躲起来修发电机了。OK， 接下来神影害羞，拜托不要说，拜托，求你了。
我已经连压他两次了，懂死，应该要崩啊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这台让我来，这台让我来，我要修起来。硬修哎，好狠！等一下，不要再修了，再给我一台，拜托！OK， 那回去守尸了，我去修最后一台。里面的，不要再修啦，拜托起来。修慢一点啊，大哥。我快中风了。很难解这个任务。这个没办法救啦，他没人手啊，没手皮也怎么救？拜拜，我们要去救了。我没空，我要赶着去解任务。可以准备叫早餐了，主播。啊，他有带那个柜子气场，这个应该是台湾的，高几率。啊！我没平稳着陆。哎，我找到一根了。我找到一根图腾了。哎，他飞到地下室去了。呵，我找到两根图腾了。这我没机会拆。追别人啊，台湾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追我？我没有欠钱。满血不活啊，半血要死了。
拜拜。